怎么带弹？新年到，到底可以拍什么影片？常勇的 message， 2018年新年交换礼物。这么的这个，大家各自准备一份好礼物，100块以上和一个超好礼物。大脚准备上，今天我们要来拍一个好礼物、超好礼物的开箱，就是我跟这几位 YouTuber 一起合作拍这个开箱交换礼物的影片。参与的 YouTuber 有常勇、常乐，还有苏珊、Danny， 还有 Dandy。所以我们各自已经抽签了，我们不同的人会 send 好礼物、坏礼物给不同的人。所以我抽到的是我送好礼物给裴勇，然后送超好礼物给苏珊，然后我收到的超好礼物是从常勇，还有好礼物是从 Danny。所以这是不是很好啊？这个是很好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 Danny 送我的好礼物。哇哇哇！终于来了我的好礼物！哇！哎，谢谢你 ，What's man？ Danny 会送我什么？所以我们收到礼物后，我们需要列出五种好处。他有买，他还有给我红包是吗 ？Danny， 这么有钱的，我操！这有没有钱 ？Danny， 你做工作这么多年 ，Astro， 你没有赚到那五，给一点钱啦！给我再看礼物。哇，怎么有这么多种啊？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这些不是给你吃的，没看啊，什么来的？他还给我写一个说明书 ，OK， 喜言，是这个啊，我的 assistant 帮我，这个是我请来经纪公司的那个新的 assistant，OK， 把头发弄上去，把头发弄上去 ，OK 吗？不是说吗？没有他就穿这上去就行了。哇！哦 ，OK 啊，帮我查一下我的啊。啊啊啊 ！My gosh， Mars， 黑珍什么鸟？黑珍珠，我这些呆说买的这人，什么？这之前可以放化妆水。因为你平时不保养，是书生鞋是吗？哦，是啊，哦，真的太折磨人了，哦，是啊。接下来自由发挥，化妆、拍照。好了 ，OK， 我们现在有请我的另外一个员工女员工来帮我化妆。Am I pretty? Oh no, I'm brown. 什么事？我笑。Hi guys. 化妆水是中国的，可以喝的吗？可以，我吗？I like it. Wow.
这个好礼物的第二个好处就是，帮我尝试不同的东西，就是我没有化妆，也能够化妆的很开心。谢谢。哦，眼睫毛要怎样放？用钢。用钢。我来，我们做过这个东西，我来啊！嗨，好啊！哇、哦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！还有吗？嘴唇。What？ 我的头发，按摩按摩头发，快！耶！耶！Yes， 成功大改造。啊！让你们勇敢的尝试不同东西。第三就是可以感受到女生的感受，因为我们男生平时没有像他们打扮的东西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像 GD 这样。Why so serious？ Catch a crayon， catch a crayon， catch a crayon。OK，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开我们第二个礼物啊，就是超好礼物，就是没有这样好的礼物，其实就是这个应该更惨了。Oh my gosh， Apple， 常有送我 Apple iPad 是吗？哇、wow， 哦 ，iPad， MacBook Air，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。Yes, MacBook Air。什么来的？八角毛啊！别介意灰尘 ，Dennis 七级。Hair Remover Cream， 他用到生姜了，送给我。给我拿一个这样烂的 MacBook Air， 灰尘那样的。幸亏还有一个 letter 可以读。哇哦，师傅，原来你还记得我这个师傅，谢谢你。Cheers， hands charming， handsome， excellent， easy going， remarkable， smart。Hello， Dennis， 这个除毛膏是我妹留下的。原来这妹妹的除毛膏，希望新的一年把脚毛清除干净，过个好狗年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粘脚的。你以为我会用啊？我化妆已经化很惨，你还要用我，要拔我脚毛啊？对，我还是被逼讲这个除毛的那个好处，五个好处就是不可以，没有好处啊！什么全部人都要拔我脚毛？我脚毛是最珍贵的，这样的话我不会为了影片而伤害我的脚毛。谢谢大家收看这个影片，你们可以去观看我送给裴勇的好礼物。送给出生的超好礼物，谢谢大家收看这个礼物交换的影片，和平冲！